继续来关心东石乡的消息。东石分局所所长蔡其山25号暗时举报处理黄姓男子酒后闹代志的时阵，遭受到对方违章驾兵耳后的阿妈棍踢了四针，当行的警员洪文成手部闹着受伤。关掉电话关，今仔日上午前往分局所来探视，并且递前慰问金。对于当人无顾伤势，勇敢的制服130公斤的水男，除了唔敢之外，也要求民警伫接。的时阵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身安全。关掉电话关26号，由嘉义关警察局长林清泉陪同，揸着水果甲慰问金，前往东石分局所慰问受伤的民警。电话关询问事件发生过程，关心蔡其酸甲洪文成的伤势。林清泉指出，因为现场的巷弄真暗，嫌犯的家属也拢伫个边啊，第一线民警烦恼危及着他人的安全，无使用枪械。我其实会看到哈，真的很担心哈。因为我们的员警在第一线都是很危险的工作哈，那我们希望，他们为了我们民众的安全哈，这冒着危险哦，我当然当首长都是很舍不得哈，可是我们也希望民众是安全的，所以如果是说，我们的邻居里面有像这样子的危险分子。希望大家也能够都先报警，让大家能够先知道，能够保护大家的安全比较重要。可是员警自己本身也不要独自出门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蔡姓甲洪姓两名警员带伤奋勇退敌，警棍的尾端布满笔记啊，违规的刻痕，看了令人真惊吓。对于有妨害公务、恐吓、公共危险等多项前科，相警的洪姓相方缓刑，电话官要求当人处理类似事件时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新闻就在新，东石乡采访报道。